啦，今日系最后一次喺早点 up 同大家见面噶。下个星期一开始啦，12:30就会同后面喺音乐长风土入边合作噶啦。我自己系非常之期待嘅，因为唔使4:00起身啊。但系真系要多谢咧，宝妈妈同埋峰哥一直以嚟嘅教导啦，同埋多谢你哋咧一路以来嘅包容同埋支持噶。咁我哋下个星期见啦噃，咁拜拜，有声有色。离开我生命中最仰慕的男人，峰哥。以后就系得大宝同埋阿神睇，有咩好睇啫？睇佢省镜好多，系咪？少咗个靓女陪喺身边，几假？系啊，今日咧系最后一日咧喺早啲啱当班啦，但系咧我冇离开过88噶，系冇噶。OK， 我一阵咧就会去到后面嘅节目咧，去同佢合作音乐长风土啦。系，冇错啦，好唔舍得。即係雖然咧講長唔長講短唔短咧，但我覺得咧佢係一個好聰明嘅女仔，係一個好聰明嘅嘢，同好勤力嘅，真係好勤力，同埋好有智慧嘅佢。多謝峰哥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後面嗰邊更加需要佢。咁啊，祝你好運。Thank you。咁我哋要交棒嘅噃。朱娟。死啊神啊！同我搶峰哥。我殺。Con mi la cara, ¿no? Estudio español lengua, si, ok, lunes y domingo. Hello， 我是易慧，今天是2月10日，有没有觉得我特别的精神奕奕？因为今天早上不用5点起床，很值得起床啊！我现在去当班了。Aloha， 对，欢迎我的好拍档吴浩敏，欢迎加入美女一族。是我们要做双美女，是不是？是我要把这个，他们说棒子一定要交给议会，那我只要把这个交给，不要不要，请 hold 着，请 hold 着，没有，我是一起拿的。是，那这个棒子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们先可以看一下啊，据说是可以赢大奖。你猜的呗？好，踩回去。我将每个星期一至五下午12:30开始的音乐强风头送给我。本来就是我的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把一半分给你，谢谢。那就是音乐强风头，中午12:30到4:00，下次就是应该现在开始，就是我跟议会一起主持啦。那他们说要交代一下这个节目是关于什么的，我告诉你一下，请多多指教。八卦。哦 ，OK， 我胜任有余。当然我知道，所以他们觉得我不够八卦，他们觉得我走气质的这个路线，所以呢要加入一个比较稍微八卦的议会啦。所以我觉得，这是很好，我可以继续走我气质的路线。好，我愿意衬托。好，希望大家接下来继续支持我们啦。12:30到下午4:00的主白音乐强风头。